第35题 ,35,36 是一个题组。蓝牙家中的水平桌面上有一张以桌面中心自由转动的圆盘，方便大家取菜。在圆盘上有一茶壶，蓝牙以等速率转动圆盘半圈，使茶壶靠近爸爸。若圆盘转动过程中，茶壶与桌面中心的距离不变，当茶壶转到图中的位置，但尚未到达爸爸位置时，回答35到36题。第35题问，旋转过程中茶壶做何种运动？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等速率的旋转，但是呢它是在做圆周运动，所以方向一直在改变，所以它不会是在做等速度运动。那么同时呢它是受到一个向心力，向心力横指向圆心，那么所以呢它的向心加速度呢也一直都在改变，方向一直都在改变，所以它也不会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。所以呢它今天有受向心力，因为所以有个向心加速度，但是因为它的方向一直在改变，所以它不是做所谓的等加速度运动。所以第35题问我们说，旋转过程中茶壶做何种运动？我们答案要选的是 B， 非等加速度运动。